嗨，我是杰古聪，今天我要用一分钟之内教你学好国语。霹雳艾恩不斗，这个是在 UASA 考试当中一定会出现的。A. 巴拉不是德亨达拉德迪里达里不巴盖高姆。B. 阿里阿甘不宾达达里达曼不达呢可达曼切拉斯。C. 明古不巴端一度迪亚德干达里巴德不顾神秘兰巴伊。D.Wan Li baru sahaja berpindah daripada Taman Permata. 同学们，到底哪一个答案是对的呢？在还没有选答案之前，老师要教你们一个 tips. Tam, T A M, Tam, tempat arah masa. Tempat 就是地方 ，arah 就是方向 ，masa 就是时间。看到 tam， 我们就选。达利，所以呢，在这一题答案就是 B 是对的。阿里阿甘伯宾达达利达曼伯达呢可达曼切拉斯，因为达曼伯达呢是一个登巴地方。其他的我们来看 A C D 为什么是错？对，我们来看 A， 巴拉伯是德肯达拉的地理应该是达利巴德伯巴盖口。刚才老师讲过了，达利后面一定是当。后面这个高不是在档子内。C， 明古巴巴杜安一度迪亚德干应该是达里布古圣比兰巴吉，因为圣比兰巴吉是在档里面啊，马瑟。D， 万里巴鲁萨哈杰巴宾达应该是达里达曼巴马德，达曼巴马德是登巴。同学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想要学更多关于国语的知识，赶快来报名 Berry Online Tuition。